对于现在这个社会要说的可能不止一句话吧，因为实在是越走越偏了，我也不知道这社会到底在干嘛，然后还有上面的这些领导人到底在干嘛，领导人这些管理的人就是有点看不懂啊，反正每天就看到新闻一堆抗议啊，不公不义的事都一直在发生，但是这些事情却一直在发生。大概是这样吧，就是那个政客跟财团手牵手去吃大便这样。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社会加油好吗？像这种最糟糕的时刻其实还蛮长的，所以也不是什么最糟糕的，所以最常安慰自己的话就是说不要担心，因为还有更糟的事等着你，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好好的去迎接下一个糟糕的事。我的话我都是告诉自己要忍耐啊，反正这都会是过程，因为就像他讲，常常会遇到很多很糟糕的事，然后甚至是一次比一次更无法想象这样。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啦，所以我都会告诉自己过程过程。贵点贵点啊。其实这个大家要大同小异，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之后遇到更痛苦的更糟糕的事，可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身边充斥的每个人都会遇到更糟糕的事，他们其实大家都很难过，我们也不会比他好过，就是一样大家一起过就对了。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过很爽。Maybe 啦，他们也是有很多时候过很爽的。对人生哦，还不一定哦。所以哦，没什么啦，没什么啦，大家都一样，不糟，习惯了，像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。